说，哎，他的谁？哎呀，他是星巴克。我们坐那边太吵了，听他讲观音。淡水方子经，观音所悟，是指在寂静的家庭之境，整合观音身体，照满恶气，从古处眺望，犹如观音普悟。十分堂博物馆建筑的历史构想来自于考古发掘及先民乘船渡海来台的运动。全馆既有三组不同形态的建筑物，分别表达山与海、过去与现在的意象，建构成完整的理念。淡水渔人码头，渔人码头是一个兼具油气功能的港区公园，沿台湾船架高都市内站地道，根据风帆造型的情人桥，横跨大江，沿路漂亮观音山，及三国古城门，但欣赏淡水夕照都让人惊艳不已。前清淡水关税部司官邸，别名小白宫。小白宫是一栋殖民地式建筑，殖民地式建筑之特征有台高地基，四周有类似回廊之 veranda 凉台的设计，落地门窗、烟囱等等。凉台的设计占建筑面积很大的比例，形成另一种形态的生活空间。淡水红树林，淡水与竹林之间的河滩上，有闻名全世界最大的水笔仔纯莲，有水笔仔特殊而有趣的胎生过程，还可看到招潮蟹、